为践行国家的双碳发展战略，电博会在筹备过程中始终贯彻绿色、环保、可持续的办展理念，坚持绿色办展、绿色参展、绿色观展。一是绿色布展，电博会将设置明确的绿色环保、低碳标准，对展会绿色展台、绿色运营、绿色物流、绿色餐饮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展会举办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正着力打造场馆数字化管理平台，聚焦智能场馆、智慧会展、智慧服务建设，为展商、观众、服务商提供一站式智能服务和智慧体验。二是绿色参展，电博会将引导广大参展商制定节能环保参展方案，打造低碳展会。三是绿色观展，电博会将减少纸质宣传材料发放，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等加强展会宣传引导，倡导观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观展，提倡相关餐饮企业采用可降解材质餐盒等，践行绿色低碳观展方式。